哇，这宇宙少女中国辣爷简历，先点个赞。昵称。完蛋了，我连兔子都不会画，我也不会，我的脸完了。哎，图是这样写的，不是，三点水一个鱼。错了，是吗？是。三个词形容自己。首先，先给我画一个瓜子脸。哎呦，我天，画成外星人了，咋办？我们设计一个自己最别致的名字。哇！怎么设计？就画还有还有自己的。怎么又画画了？连纸也欺负我，真的是，大哥要爆炸了，真的是。突然没鼻水，真的，轩逸，你这个表情太到位了，太到位了。我哭不出来。阿轩子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经常就是喜欢叫名字，我不好叫。其实是可以分开的。对对。昵称，请亲口说出来。海南仙女。Oh my god！ 对，副主唱傅林武，还有一个逗逼。出生日期为什么是个秘密呢？因为它是个秘密。是秘密呀。星座。星座，水瓶。为什么出生日期是秘密，而星座不是秘密？因为我觉得我水瓶座，我自豪。你特别的才能，声带模仿，对，有必要现场来证实一下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。那个杨幂前辈的那个爱，杨幂前辈，对。三个字形容自己，写的是疯呆狠。对。有很多比如说鸽子的那种地方嘛，别人都是什么轻轻的走过去，然后或者喂鸽子什么的，他是跑过去然后做一个然后所有人都飞走了。过往经历和或者是获得的成就，这里写的是小学画画突然拿第一。对，当时我就随便画了一个画，然后我一直是想完成一下作业的那种，然后结果没有想到突然拿了第一，然后我也很惊讶。小学画画突然拿第一的实力，看一下这个自画像。其实我说明一下，他画画还是可以的，他有画过我的，我觉得画的比我好看十倍。突然觉得自信心来了。对，他们两个的画画蛮好的。假设今天是刘昊然的粉丝，今天来看演唱会，而且是前排，超前排哦，粉丝里面就在你面前，想如何引起台上偶像的注意？小姐姐们，我来了，准备。你会开始了。紫菜衣，紫菜帽，紫菜眼镜，好的。谁？紫菜，看这里。挺好的。接下来进行下一位同学，楚萧同学。好的。昵称肖妹，还有深圳一姐。对内担当，中文担当。中文担当这里出现问题了，三名中国成员，为什么偏偏你是中文担当？我的中文最好，因为他想出来词最快最多，你说的最溜。哦，出生日期，98年7月15日。星座，巨蟹宝宝。特别的才能，下叉。然后反手摸肚脐，然后专业翻跟头100年，这样子。肚脐眼在这里哦。看到了吗？好的。哇塞，其他两位同学可以吗？可以呀。最近的爱好？卡
看电影、看电视剧、看综艺、散步，宅女，还有看我，标准宅女，背掉。三个词形容自己，你写的是什么？认真。然后这次来学的一个叫什么？精分，精分。然后还有一个加油。过往的经历和或者是获得的成就，写的很多。偶像运动会冠军、季军、三好学生。我拿了很久，我真的是三好学生。在上那个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初高中的时候，我努力了6年，小学6年我都没拿到。亚彻，你的签售会，你已经举起了手要嗨饭，但是粉丝没看到，怎么样？你会如何化解此事的尴尬？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次，有很多种办法，比如说，就是办法一是，办法二是直接，办法三就是，然后就还很反。最后一位同学，姓名孟美琪，昵称三只欧巴。嗯，大哥，你的欧巴美体现在哪里？啊，我的欧巴美就是。酷，我不撩妹就是一种撩妹，我不撩妹，我不撩妹，撩妹就是一种撩妹。比如说那种跳舞的时候吧，对，然后就会就跳舞的时候吧，他劲特别大，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撩妹。还有一次就是在他喝水的时候方式又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一般你小小女生嘛都是这样喝抿一下或者是一小口，他就而且是这样子灌，然后我不对着，就是那个水杯不对着嘴就直接这样倒了。没事，特别的才能别知道，等着啊，滚动，你给你变过来。天哪，你看可以了，一模一样，有真不容易，有没有？现在手还是有比较那个什么？三个词形容自己：纠结、完表主义者、完美主义者。完美主义者。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已经体现出来的哭笑点滴及笔啊，对，笑点对。过往经历获得的成就。10岁的时候，我参加一个唱歌比赛，然后拿了2名，然后还赢了2箱奶，可好喝了。你还记得当时唱的什么歌吗？你知道北京的金山上吗？北京的金山上放光彩。现在你获得一个新戏的试镜机会，饰演一个标准的御姐角色，然后到导演、副导演前签销。首先展示一下你对这种角色的极简诠释，你会如何展现你的魅力？开始了啊！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出现让我很烦。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你的行动让我真的觉得恶心。接下来呢，给有一道综合考题给大家，就是口才考验，电视购物模式，安利最新人工智能机器人。Hello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走进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没关系，来看10秒都没关系。现在我要推出一个超型巨大的芭比娃娃，你看啊，它叫史上中国无敌陈潇一号。没有2号，我跟你说3号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所以只有一台。我跟你说，走过路过别错过啊！看啊，它优美的头发还不一样发色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它白色、黑色，对，然后你还可以给它染色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个无比就是360度无死角的一个脸，你跟它怎么拍你都丑啊！然后好，时间到了啊，就这么到了。一分钟限时哦，是吗？哎呦喂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陈潇购物频道。那么我们今天要推出的这个产品呢是什么呢？它就是一个机器人。哎，别看这个机器人哦，它长得就不像机器人，它貌美如花，但是呢，然后一点都没有那个机器人的那个样子。来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完全像真正的人一模一样吧。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会聊天。大家如果买了它呢？可以怎么样呢？做你女朋友，带出去逛街，有没有很心动啊？
然后呢，哦，还会比心。好的，谢谢你的配合。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多多购买我们的这个机器人，它的名字叫做孟美岐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开始了。嗯，好好好，现在为你在播放的是美岐频道。美岐频道今天要播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现在会眨眼的一个像猫一样的一个机器人啊。它那个眼睛啊，你知道大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大的比那个猫还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而且它是一个逗比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什么，你心情不好啊什么之类的，你就跟他说，然后他就会给你做表情包，来配合一下表情包。对对对，他就是无敌的表情包，我跟你说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，他的身材很好，就是那种大长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大长腿。然后对对对对对，像这种妖娆的这种动作，你知道吗？他永远都可以做的360度，你知道，无死角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这个表情包，瘦吗？瘦完了。对，然后咱们好话不多说，你可以赶快把它带回家。带回家，如果它不好的话，你再退回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钱我也全款退你，对不对？好，不错。好的，我憋着气。就是我们所有的面试项目，现在我们几天是需要商议一下大家的面试结果。好的。宇宙少女，我是潇潇，我是美岐，轩怡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爱豆企划社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面试了，对，爱豆企划社的面试，对，但是呢，很高兴我们都通过了，对，然后呢，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爱豆企划社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歌，然后我们的作品，我们也会经常在国内上参加很多的节目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收看，谢谢，拜拜，拜。